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英国哈利王子周一27日宣布已和美国明星女友梅根·马克尔 Meghan Markle 订婚。肯辛顿宫周二28日宣布两人将在明年5月步入礼堂。肯辛顿宫在官方推特发文，哈利王子和梅根·马克尔明年5月将在温莎城堡 Windsor Castle 的圣乔治礼拜堂 St.George's Chapel 举行婚礼。 CNN 指出，在圣乔治礼拜堂举行婚礼是追随皇室传统。2008年，哈利的表弟安妮公主的儿子彼得·菲利普斯 Peter Phillips 也是在此成婚。虽然马克尔过去曾有过一段婚姻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教堂举行婚礼，因为英格兰教会允许离婚者再婚。不过最近一次离婚又再婚的皇室成员婚礼并不是在教堂举行。哈利的父亲查尔斯王储2005年在温莎市政府与卡米拉结婚。英国王室也表示，马克尔具有美国公民身份，在与哈利结婚后打算成为英国公民，但是否维持双重国籍，现在言之过早，因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耗费几年。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三个孩子预计在明年4月出生，哈利与马克尔的婚礼预计会在这孩子出生后举行。目前哈利是英国王位第五顺位继承人，这名皇室新成员诞生后，哈利将改为第六顺位。